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，就会露出本性。如果把猫抢回来，就算再老实的若拉，也一定会。粉红飞鸟蛋的壳裂开后，传说中的鸟便会飞向天空，然后落在你想要寻找的人肩上。若拉，如果你想找回小猫的话，就展示出欧若拉翅膀给我们看吧。小灵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。